好，各位，我们来看这三个判断。第一个判断说这朵花很香，第二个判断说这朵花是这种植物的生殖器官，第三个判断说这朵花是美的。三种判断我们放在这里，我们讨论一下。第一种判断，我们能否要求它具有普遍性？香水还各种各样是吧，都被冠以香水了。后来我才知道有一种香水是那么难闻，但是那个用这个香水的人觉得很香，对不对？它是个主观的感觉判断，它一定有个体相对性，没有疑问。让我们的嗅觉啊被刺激了是吧，让我们闻到了一种味道，对吧？然后我们说这种味道让我快射，让我快射，但没有让你快射，可能吗？完全可能。就像刚才讲的，还有一种感觉叫味觉，是吧？我们舌头的味蕾被刺激了，比方吃臭豆腐啊，被刺激了。好，这种被刺激起来的味觉让我们感到快射还是不快射，因人而异，还有因民族的传统而异。有问题吧？它有客观原因，不等于它有普遍性啊。花的某种花粉啊，刺激起我们的嗅觉了，这是不是有原因的？这不是你主观的有这个香味，确实闻到了。有原因的，有客观原因，不等于它有普遍性。所以称第一种判断为判断，其实用词不当。这叫感官判断，对吧？但这种判断并不能要求普遍同意，所以严格意义上它不是判断，要加引号。从逻辑学上讲，凡给出一个判断都它都要求什么？普遍同意，否则你就别说什么。这个水是烫的还是不够烫？你把手伸到水龙头底下感觉了是吧？打开水龙头了。有人说这个水不够热，还有人说同样是啊，他去洗澡了，说这个水太凉了啊，太烫了。一个说不够热，谁是真理啊？没真理的。你要找到真理的话，只有一个办法，不说这个水是热的还是冷的，说什么它几度。这你没办法不普遍同意吧？现在这个水温是35度，可以了吧？这个判断是判断吗？是判断，它要求着普遍的同意，而且你不能不同意，测量过了嘛。第二个判断要求普遍同意，因为它是科学判断。在植物学当中讨论了植物开花，这个开出来的花是什么东西，它不是闻的对象，对吧？它也不是审美的对象，它就是植物的一种生殖器官。你只要进入植物学领域了，你获得了一系列植物学的基本概念，这种概念连起来就做成判断。这个判断要求普遍同意，而且必须同意，它具有普遍必然性。所有的花都是植物的生殖器官，它是以科学的理性的概念做基础给出的判断。这第二种判断，或者我们干脆更宽泛的意义上讲叫理性判断。在这里判断两个字上面不能加引号，它是真实的判断，它包含必然性、普遍必然性与自身之中，对不对？这一点有疑问吗？不能有疑问。这是以理性的概念，比如生殖啊、器官，这些都是植物学的概念做基础给出的判断。除非你不学植物学，你跟这个判断没关系，但是你也不能反对它。你一学植物学就明白了，对的，这个判断必须接受。那么第三个判断来了，这朵花是美的，
它确实在感官的领域里。美的这个味词是吧？味语的味啊，这个味词并不是一个理性概念，对吧？花要必须被你看到，你才会说它美，当然离不开感官。但是你把第三个判断等同于第一个判断，行不行？也加个引号。假如也加个引号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当你说这朵花是美的话，美的时候，你在说什么？对我而言，这朵花是美的。就像第一句话应该隐藏着一个什么事情啊？这朵花对我而言是香的。你能不能同样也说这朵花对我而言是美的？假如你这样想，这句话就是你这样说出来，这句话它是很荒谬的。这朵花对我而言是香的，绝不荒谬，它很正确。这朵花对我而言是美的，它非常荒谬。这种说法非常非常荒谬，大家马上起了怀疑。我们看到在审美的领域里面出现了个体差异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大家把审美的个体差异抓住不放，我们一定会把第三种判断跟第一种判断划等号，对不对？划等号了。这个等号一划，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个意思来了。在艺术和审美的领域里边，永远接受一切讨论，因此也就接受一切艺术批评，以及接受一切艺术家艺术创作的追求。你怎么样都可以。最后说，这幅画我画出来，对我而言，它是美的。你们全骂它没关系，它是美的，我画的，我自己画给我自己的，我画给我自己的，有什么好讨论的？但不可能的。在艺术和审美的领域里边，我们是都是为他人做判断的。这句话是不仅是为自己做判断，为全体人类做判断。然后我说了，这朵花是美的，它要求全体人类的同意。然后发现有人不同意，没关系，可以讨论啊。但是我这个判断的意图是很清楚的，很清楚的，叫感性的普遍性。这是个感性普遍性判断。其实这个判断的名称我们通常叫什么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审美判断。审美判断是感性普遍性之判断，不是对感性特殊性个别性的判断。第一种判断是感性中的个别的特殊的判断，其实它就不是判断，加引号。我们进入了哲学思考。